北京工人体育馆和首都体育馆全面展开。参加这次团体赛的有80个男子队和64个女子队，广大观众高兴地欢迎来自亚非拉三大洲乒乓球界的朋友。26日，乌兰夫、韩振林、史良、王猛、于不杰等从首都7万观众观看了比赛。29日，越南国会常委会副主席王文帆和李富春、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李景泉、阿佩、阿旺静美、曹汝佳、江华、江卫青等观看了比赛。该局是陈云的观看了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旅日旅美同胞乒乓球队和来自反对美女斗争前线的巴勒斯坦队出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双方就沉浸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
阶段的一场比赛，越南队对印度队，印度队获胜，进入了前四名。朝鲜队和日本队出场比赛，第一盘比赛，朝鲜队的朴英玉对日本队的藤田幸喜。藤田幸喜以任性的削球为主，手中有空，为日本队先赢一分。在双方打成2-2之后，朴英顺出战藤田幸喜。朴英顺采用了拉弧身球结合大力扣杀的打法，连连得分。19-14，朴英顺领先。20-16，朴英顺拉弧身球，藤田幸喜回球不够网，从而结束了这场比赛。朝鲜队以3-2胜日本队。中朝女队出场比赛。第一盘，朴英顺对郑海颖。朴英顺打得积极主动，被朝鲜队先赢一分。第二盘比赛，中国的张丽出战朴英玉。张丽被中国队反回一分，之后中国队又连赢两盘，以3-1取得胜利。越南队和朝鲜队出场比赛，战友相逢，分外亲切。越南队的陈文雄与朝鲜队的尹哲首先进行比赛。陈文雄顽强奋战，以2-1领先，为越南队赢得一分。在4-2朝鲜队领先之后，越南队的阮玉潘出战赵永道，夜深了，朝越运动员仍在比赛。赵永道在先赢一局之后，又以21-17赢了第二局，朝鲜队以5-2胜越南队。中日选手在国际比赛中曾多次相遇，今晚再次比赛，双方既熟悉又亲切。第一盘，日本的金野玉二郎对中国的梁歌亮。
梁德亮先赢一分。第二盘，日本队的田坂征地夫对中国的王文荣。双方都是快攻型选手。王文荣左右起板，以快制快，取得了这盘比赛的胜利。第三盘，日本的高岛和夫出战中国的西恩平。高岛和夫施展出拿手的稳削，打出各种旋转球。高岛和夫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沉着应战，把球一个个交了回去，表现出良好的风格和球艺。金廷用长抛短吊结合大胆扣杀，连连得分，取得了这盘比赛的胜利。之后中国队又连赢两盘，从而以5-0结束了这场比赛。
广大观众高兴的欢迎来自亚非拉三大洲乒乓球界的朋友。